我顶个交代你的代志，你处理安怎？好，哎，李姐，你讲哦，爱我找人甲万朝阳阿舅郑清波对调。国公哦，那是因夹头毛的时阵，想要迄师傅去捡一块伊的头毛，是要做法术对不？哎，我想要知影，为什么要用到万朝阳阿舅郑清波啊？假使讲哦，我若直接用法术，甲朱晴天引去迄个所在做限制。安尼是不是太过简单啦？迄等于是甲大家讲，我就是徛伫背后使用这個手段的人，我就要设一个弯，设一个杀手，啊，这杀手就是万条弯。是讲万朝阳甲朱晴天嘛无什么冤仇，为什么愿意做咱的杀手去处理朱晴天啊？哎，啊，咱今嘛是不是？替因结一个真大的冤仇啊！我调查过啦，万条万有一个风力基金，迄个小白狗会动过卡手，真侪投资人的钱，伊拢无入去迄个基金的户头，全都是藏在伊垃圾里面。这小白，咱也是替朱晴天去爆料，那呢万条万的信用随破产。你就是要让万朝阳跟朱晴有冤仇，我要万条万变成一只小狗，四界家四界抬，不管到时阵伊害死偌济人，哼，就是无人会想到咱家来。就是安尼，啊，到时阵咱才出来主持公道，就参像迄届同款啊，让武家一个足大的温情。哦，迄个时阵咱甲万朝阳都抓起来。就算讲是替朱晴天报仇啊！啊，到时阵朱丽萍就袂阁怀疑你，陈长胜的嘴咪当塌起。所以讲哦，啊，达成目标无一定爱行直路，有点像哦，设一个弯路，反势会搁较紧到。妈，你这多少人真水！到时阵你就是怕人化救人。放火来拍火，厉害！所以这届摕到武龙血以后，抓来超越阿哥文雅的后生，就是你转身的后一步啊！敢不是？文秀会对咱来讲哦，是较简单呢。阿兰刀就人丁担保啊，黑白会对咱来讲较困难。文雅阿哥有超越囡仔，就是咱的黑白会对不？那无你遐尔啊辛苦。替文阿哥有超越安排遐尔啊多的代志，敢真正是想要让超越会当幸福？无唔对，只要有遐个哦，我就会当重新。啊，你搁行以后，我无迄个命，会当教你我的本领。好，卡叔到时阵你当恢复健康，我就是最佳见证人呢。爸，唔管哪到时阵，你一定要教我教，我将咱产区里活到久久长长的。爸，我想要问你啊，啊，你刷落来转身术的借题要找什么人啊？对啦，我搁在找，我是一定会找到一个哦，真健康的身体。你哪会穿高中的制服啊？安怎？啊，我穿制服就不好看。当然好看啊！啊，不过咱来这不是要试穿婚纱的。婚纱当然嘛是爱穿，啊，不过我嘛想要穿高中的制服，翕一挂相片。因为咱两个为识识，要互相了解，最后做伙啊，拢是伫高中发生的。这段日子对我来讲最重要的，因为认识你，才改变我的命运。我也是，因为你的出现，我的人生才开始有意义。啊，咱现在已经登记结婚了，以后若是冤家，
看到这个高中这回的婚纱照，就会想起咱拄识在时阵，我忘初衷，安尼才会当孤孤单单看出一世人。嗯，你真正足用心的呢，搁想会到这样一个细节，是讲哦，你应该是甲我讲的，安尼我才会当带我的制服来啊。免烦恼，你高中这路伫遮。Surprise！ 哇！你请问的高中最后真正一点仔违和感拢无呢？未输你就是高中生同款。感谢谢，我头一届穿高中最后，感觉有淡薄歹势。你唔免歹势啦，你看，你甲阮徛做伙，就敢若是阮的同学同款啊。而且我感觉你穿高中制服，一种就清纯的感觉。虽然大家拢讲读书足忝的，啊，毋过我感觉足幸运的呢。我无读遐尔济册，穿这高中制服，让我感觉我敢若是有读过高中同款。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会当满足我的梦想。是我爱感谢你，你嘛来跟我斗茶讲。是啊，志翰，这个哦，你就当作是见习，以后等你要结婚时阵，那是有甚么需要，我绝对会斗茶讲的。这次资料看起来，确实是凤丽基金的账户明细啊。那文件也是真的，慢条管哦。都代志大条啊！爸，你意思是讲万条万有对这钱动下手？根据这资料，万条万等于是甲客户投资的钱分作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甲七八成的资金转入去大家口座内底，所以呢，再摕来操作风利基金；另外一部分哦，就是做计小，甲获利减少。阿联板条案都免付这么多钱，这种方式就是庞氏骗局的另外一种做法。这根本就是非法吸金，一间这么大间的金融公司，哪会当做出这款卑鄙无耻的代志？青天，说落来吼，你若先当证明这文件是真的，报得出去，卖给板条馆得到这不义之财。青天。送伊去坐家，才是应该得到的报应。我知影。这敢不是环月浮水印？哪伫遮出现？敢讲这文件是为环月那边出来？假使总裁要对付万条馆，直接出手就好啊。那都要用阮命的方式。爸，你先想啥？我咧想啊，万条馆一定做防火墙来暗藏五鬼半月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落来，伊正明正正，千万莫拍这惊，卡免我都搬到万条馆。全都是今天受到影响。喂，这点梦见你只讲会当放心啦。目前哦，我甲晴天拢咧处理婚礼的代志，根本无时间去叫公司，对吧？晴天。哎呦，啊，即马是咧讲公司的，讲去倒去啊？奇怪，是甚么人这么厉害，把万条万的账目拢揭出来？敢讲客户无跟我参详，就出手要收万条万啊？这无可能啊！现在林凤姐还下落不明，伊无可能打草惊蛇，所以把这么正确资料交给朱晴天的人，一定是别人。
这个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真正够过分的，每次跟他恶语平就写新闻，一个一个冲过来要跟他拆一个萝卜同款。你的新闻我拢看到啊，你伫楼卡去用记者砸掉的，别人是有直播啊。是你甲资料摕给朱金天，目的就是要修理我着。我唔知你想到这种想法。别个跟我提钱啦，除了你以外，还阁有啥物人有材料摕给我消化资料？你就是超工接近我，伫这段时间内底，偷偷摕着我的消化公布出去，这就是伫我身躯边总目的个目的。我着讲，袂当相信钟雪清，伊这今年一定有。无这种代志，我今日伤心得被插过，我你留下背后拄我一刀，你甲创治我，都要付出代价。哼，慢条案，我有时阵真正想无呢，以你的头壳，哪有今日成就啊？还是讲你老啊，头脑退化？才会这么冲动啊！清清菜菜一个新闻爆料，就会当让你失去理智。你这么冲动的个性，搁较侪钱嘛无够你败啦！你搁继续冷嘴花啊！你俩真够温霸，会让你的指甲发影响着，让你看得见。伊迄个头壳哦，无需要指甲发。第四波的指甲发已经让恁爸仔囝补到脸拢细啊！还阁想要牵对第七波下去？那无嘞？你俩准讲第七波的头壳，甲你同款拢塑胶做的。我一离开，伊马上甲海外风力基金密码改掉，刷落来嘞。唔，就是甲你的风力基金收倒转去。你竟然一点仔拢无提防，阁把朱晴天的爆料，不管你脚步拢乱去，狗急跳墙。只有地震宝有材料，把你的小波查甲清清楚楚。伊安尼做，伊就是知影地数还是假，伊无需要留你啊。你搁一点仔拢唔惊？你有啥物证据证明，这个小波资料是阮阿公泄露出去的？唔是你伫个变鬼变怪？那是我伫变鬼变怪，这新闻一出来，我就应该闭起来啊！我想来走来办掉阮的办公室啊，自找死路哦！万条案，你一看到我，你就跳起来。你完全无问讲我来是要跟你报告啥？你这么冲动，我真正好好想看卖，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较巧的合作对象，才袂去咧拖累着？你是要来跟我报告什么代志？我应该美国那边基金部门总裁联络啊，我答应伊。要让美国风力基金1%的好处给伊，伊替我偷提密码。要过条件是，你爱派人保护伊的安全，因为伊知影，伊若是把钱回你的口袋内底，第二情报一定爱伊的命。你敢有材料保护伊的安全？无问题啊，我会派人去保护伊的心理安全。那你起码是你当家己赚给我。明仔载的钱就会入去你的口袋内底。我就是要来给你报告这件代志。等你摕到钱，就算讲台湾风力基金遐个人想要把钱收倒转去，对你来讲嘛无什么影响。安尼朱晴天的爆料，自然就会不攻自破啊。这台湾区的风力基金若是当稳调，遐投资人一定会真后悔，想早把遐钱拢收倒去。时到，钱就会阁滚倒转来。你讲明仔载钱会入来吗？好，我就等下明仔载。